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首先，我真系唔好意思先，真系迟咗。咁今朝直情唔记得咗要做节目，真系好抱歉。即系我睇下个钟先知道已经系我呢段时间咧11:30吓，11:30之后我先记得要做节目。即系结果咧就搞到。遲了咁多，真係非常非常之抱歉啊！咁啊，都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有時即係出現呢啲問題咧，我係當然係唔想啦。咁但係有時都係冇辦法，因為咧個人咧有其他嘢做嘅時候咧，即係都時間都冇睇。雖然我已經將一個好大嘅鐘咧就擺咗喺我眼前，但有時咧都真係唔記得咗，真係好抱歉啊！咁尋日亦都講聲唔好意思啦，即係尋日嘅直播嗰度呢就會有啲即係污言穢語啦，咁有人話嘩實在太粗口啦咁樣，咁冇辦法，一講起阿蕭呢就始終都係會有啲即係粗口㗎啦。咁仲有就係、唱歌啦，我聽返啦，即係自己都係都唔知點解入唔到個音喎，不過可能即係都係太夜啦、啊、我都冇嘢賴啦而家。咁Co-Onway就遲開又遲開咪，咁冇辦法嘅，真係好抱歉。有時真係我都講過㗎啦，其實之前呢、這個神芒第一線呢嗰、那個時間開始嘅情況呢就可能有遲有早咁樣，咁都係要大家即係忍耐啦。如果遲咗嘅希望大家聽下其他節目啦，咁早咗就有時都冇辦法嘅，因為之后会有早咗嘅情况嘅，咁我会提醒大家啦。如果会早咗，要早啲做，因为啲时间唔一定凑得到啦。即今年嘅情况就即系上年就好啲嘅，其实吓、啊，即系2022年咧，咁我专登咧就将神芒直播嗰段时间咧就划开咗，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唔一定做得到，咁希望大家即系都系多多包涵啦，咁。一定會有遲有早噶啦，即係我盡量安排，但係有時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會唔記得。咁今日就係咯，今日就係一個唔記得嘅情況。我直情係好似冇咗件事，我都唔知點解喎。即係你問我點解？喂，好似你冇責任心喎，點解唔記得咗咁？做緊其他嘢，即係專注就真係會唔記得咗其他嘢咯。即係我就好抱歉嘅，即系呢一样嘢，我系成我呢段时间11:07，我先醒起要做节目，所以我先出咗一个贴叫大家听住其他节目先，因为但系唔知道个时间已经去到咁晏啦，其实就呢个非常抱歉嘅事嚟嘅吓，我再一次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咁啊，讲下啲新闻先啦。嗱，咁啊有单消息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就系呢、這个。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咁咧，佢就咁講嘅，對旅客採取限制措施係盲目而且係無效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回應翻歐盟國家，因為歐盟國家咧就繼續協調應對中國新冠疫情咧，就採取一啲應變嘅措施。咁歐洲執委會發言佢就咁講，絕大多數國家都傾向要求來自中國嘅旅客喺出發前接受檢測。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反对嘅，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施加限制措施，这个是不理想的做法吓。咁、呢个协会的理事长沃尔泽就在声明嗰度讲，对旅客实施防疫限制的做法令人极度失望。咁呢啲限制是反射式的盲目措施，在过去3年已经证明就冇咩成效嘅。嗱、當然啦，即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佢係單純為自己嘅即係利益發聲嘅啫。咁呢一樣嘢，咁疫情其實我諗大家即係如果你回帶睇一睇，就係呢個新冠病毒最初有嘅時候，同埋去到 Delta 甚至係 Omicron 最初嘅時候，即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嗰啲限制都冇放寬嘅。咁嗰啲限制其實真正好多地方完全放寬曬咧，就係、是即是上年的年中咁样啊，咁其实有啲人就不断指责中国政府咧，就即系放宽就迟咗咁。其实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如果
即係中國咁大咧，佢砰一聲咁開，其實嗰個代價而家大家都睇到嘅。啊，咁西方國家佢點解會緊張？佢就係覺得話你咁樣砰一聲開咧，好可能會有變異株，即係有啲新嘅變異株出咗嚟。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咧都係因為喺開放嘅情況之下咧，就有新嘅變異株。咁中國喺咁嘅情況下，會唔會有新嘅變異株咧？其實唔係冇可能嘅，又唔係冇可能。但係咧，嗰個風險其實點解我認為係相對係低咧？就係喺中國咧，佢可以即係出境嗰啲人咧，嚇，即係可以攞到護照又攞到簽證嗰啲人咧，其實佢哋即係喺社會上咧個階級咧都比較高一啲。即係佢哋嗰啲人受疫情嘅影響，其實不嬲都係少一啲嘅。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即係可以出境嗰啲人，佢本身已經係即係喺社會上有一定嘅地位，即係唔係話會成日坐公交車啊嗰啲人嚟嘅，其實即係可以出得境嘅。所以我認為即係有啲嘢喺出境方面，即係其他國家限制唐人咧，其實有啲嘢係唔係好啱數，亦都冇睇實際嘅情況嘅。嗱咁。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佢嗰個發言人啊，呢個奧爾澤佢又表明咧，呢個協會理事長嚟嘅，圍繞住 Omicron 變異株進行嘅研究表明咧，設置旅行障礙對於呢個病毒嘅傳染高峰影響就甚微，下制措施咧只能夠將高峰推遲幾日。嗱，個情況就係咁，你如果係用一個即係要隔離嘅情況咧。咁嗰個感染嘅高峰咧，就可以即係將佢壓到好低嘅，其實嚇。咁、個問題就係你已經冇咗呢啲咁嘅隔離嘅措施啦，嚇、啊，即係有啲地方已經冇做呢啲嘢。你冇做嘅話咧，其實根本咧個影響係唔大嘅。個事實就係、是，咁各國政府咧應該聽取世界衛生組織在內嘅專家建議，就冇必要訴諸切斷國際連通性、破壞經濟同埋就業嘅無效措施。嗱，呢個就係沃爾澤講嘅啊。咁啊，政府嘅決策咧一定要基於科學事實，而唔係科學政治。即係如果你驚變異株，其實我都講過啦，你要做嘅嘢咧就係將嗰個污水檢測就帶去俾所有嘅航班，即係所有航班落地咧，你都去做污水檢測。咁你大致上就已經可以知道發生咩事。咁有啲人話：喂，唔係喎，喺飛機度唔用廁所喎。有啲人或者係咁講，如果你坐三四個鐘飛機唔去廁所咧，我覺得都可能嘅。啊，呢個唔係冇可能，呢個有一定程度嘅可能性。三四個鐘嘅話，不過嗱，我呢度加翻一句就係不過。你而家好多地方係要坐成十個鐘嘅，或者八九個鐘飛機嘅，就其實一超過六個鐘，你話完全唔去廁所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冇可能噶啦，嚇、啊，即係你可以忍足嚇六至八個鐘嘅，或者超過六至八個鐘嘅人，其實我諗好少嚇。咁啊 ，Jackie Leung 佢就留咗言，佢就話其實中國最大嘅敵人唔係西方，而係自己人，尤其啲借外國主義做咩行為合理化而冇懲罰，啊，仲有中國軟實力太弱，先至導致要提早開關。咁其實個問題係，即係講真啊，太多疊加效應啦，即係點解要呢個冇辦法等多一陣啊？咁有啲人又唔係喎，國家一早安排咗，如果國家安排咗係咁開咧。咁即係你都好難自圓其説嘅，即係如果你話哦，佢係一早諗過嘅，咁一早諗過咁就真係好大問題啦。點解咧？就係、是、太多嘢都準備唔到，其實就係、是、啊，咁好多嘢係我認為係被逼順勢而為，同埋趨利避害係冇辦法嘅，有啲嘢係嚇。咁啊嗱，Fred Wong 就話唔太信唔去廁所啦，十幾個鐘點可以唔去？咁 Carly 三十都有類似嘅睇法。因為而家有啲人質疑就係話呢個污水檢測冇用，佢話嗰啲人咧唔係即係班班機都會去廁所，咁呢個講法係荒謬到極點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滋擾到其他人啊嘛，即係而家好多國家嗰個做法就係，譬如落地要檢測嘅，啊，即係落地要檢測嘅話，其實就最大鑊，因為有啲地方仲話要去隔離，啊，即係你落地檢測跟住再隔離呢種做法咧，就即係你變咗。那個可預知的情況就減少了，即係你如果那個人咧
佢上機之前係陽性嘅，你俾佢上機感仲好啲喎。或者佢好多嘢都可以知道點樣發生喎。啊！但係如果你係去到嗰個地方陽性先要再隔離嘅話咧，咁就好大鑊啊！除非你一早就話俾人聽，你係咪嚟到都要隔離噶啦？咁你都要照去，咁你呢個係嗰個人自己嘅選擇啊嘛，即係知道嗰個情況會係點，佢再選擇去做，咁呢啲冇得即係抵賴啦，或者冇得賴人啦嚇。咁啊，空位師就話呢個更荒唐，一般飛機最多咧就唔到一成人去個洗手間。要冤枉其他90%嘅人咩？咁又唔系，空位师，你要谂下嗰个情况先。你如果对嗰啲旅客系冇限制嘅，咁咪冇问题咯。即系嗰个情况就系，你做嗰个航班嘅污水检测咧，其实就只系要知道佢喺佢嗰个污水里边有冇新嘅变异株出现。其实你只要知道系冇咧，就不会有咩行动的。如果你知道是有的话呢，其实你就会即是一个监控的措施，就是要看那个变异株是不是在那个社区再有传播，那你又是再做一个污水检测去做。那即是那个情况就是你要观察一下究竟有什么事，就不是说我那班航班里面有人阳性就即刻要些人就去隔离，不是这样样啊。现在即是正路的做法呢，就是純粹是監察的，就不是說要有什麼後果啊，空位師啊。 Winnie Tan 就說不是掛長途機又怎會得一成人去過洗手間，幾個鐘的機都要去。其實即是絕大部分的人在飛機都會去洗手間的，其實就即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會用洗手間的啊，真是的。那 Derek Chan 就說如果只是去旅遊覺得那麼辛苦，他們做什麼？是的，即如果你除非真的有很多紧急事要做，你周围去都是我认为都是浪费了的。好了，那就算了。李克强呢就出了来去见这个菲律宾总统啊，那就在北京那里见他的，在人民大会堂那里。因为呢这个小马可斯就去了北京啊。那么李克强又话咧，小马可斯咧，即系邦 Marcos 咧，佢上任冇耐咧，就喺新年嘅时候咧，就去中国，咁预示着两国嘅关系咧就开门红，咁中方咧就高度重视中非关系，愿意同咧菲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基础设施嘅建设合作，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双边贸易额早日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咁李克强又强调咧，保持南海和平稳定符合中非在内嘅地区国家利益。咁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咁小马可斯咧就话，非中关系咧对双方同埋亚太地区都非常重要。咁菲方希望同中方加强沟通，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同埋地区和平稳定。嗱，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梗系唔好有咩冲突系好啦吓，即系我成日都系咁讲啦，有冲突咧，大家都冇着数嘅啊。咁啊嗱，Jackie Lang 佢就再留言，佢就话即系中国政治好混乱，尤其外国主义人士更加会加剧中国嘅政治混乱。咁我又冇咁睇法喎，呢个又即系有啲人即系佢话自己爱国啫，佢实际唔系爱国噶，即系搞事嘅人咧，佢系借爱国去搞事，唔系你要搞清楚，就唔系啲真正爱国嘅人喺度搞事，而系啲借爱国啊，即系或勾着数嗰啲人搞事。其实喺香港又好，喺国内又好，都系嗰啲噶啦。啊，即系有啲人系揾着数嘅啊。咁啊，嗱，习主席佢都有讲一讲，即系呢个即系中非关系嘅情况啊。咁啊，习主席有见到呢、这个菲律宾总统啊，邦 Marcos。习主席咧就话，中方愿意同菲方继续以友好协商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重启游戏开发谈判，推动非争议区游戏开发合作，开展光伏风能
新能源汽車呢啲綠色能源合作。咁啊，重申咧，中方始終都係將菲律賓放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其實之前有好多 project 都傾緊嘅，中國同菲律賓，即係包括菲律賓嗰啲即係外佣咧就去中國啦。咁呢個就好似棘住咗嘅，即係呢一方面嘅 project 好似棘住咗。咁但係仲有喺菲律賓即係巴拉望島嗰度咧，佢有啲嗰度遊嗰度係啲潛水，唔係游水，真係講游水，嗰度係潛水嘅天堂嚟嘅。咁嗰度咧就有啲遊唔係遊戲嘅嗰啲遊樂啊嘅 project 有傾緊嘅，其實就又係中國同菲律賓講即係合作嘅。咁點解會有嗰啲 project 咧？就係、是即係幫佢哋打造一個旅遊業啊，嗰啲咁嘅嘢，幾年前已經開始傾噶啦，其實就咁而家如果可以傾得翻嘅話，其實梗係好啦嚇。咁、習主席就強調咧，中方就仍然同菲律賓同埋其他東盟國家聚焦合作發展，推動呢個地區擺脱冷戰陰影，免於陣營對抗，持續成為發展繁榮高地。咁邦邦 Marcos 咧就講啦，一定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展現咧，雙方都高度重視非中關係。菲律賓就好正嘅，佢就美國同中國都唔會得罪嘅。其實就菲律賓，即係菲律賓呢個係好叻嘅，佢即係啲東盟國家都係兩邊攬噶啦。其實就嗱咁嗱，多謝翻 Derek Chan 你嘅支持先啦。咁啊嗱拖得車就話中非關係由美國從中作假，咁美國從中作假係一件事，其他點樣做係另一件事，即係中國同其他國家係點樣做又另外一件事，佢哋會兩邊攬咯，我認為就唔會話完全傾向美國嘅，因為中國呢個鄰國咧係搬唔走嘅，即係啲鄰居係搬唔走嘅時候咧，咁你一定要係協商嘅，有好多嘢就唔能夠好似美國佬咁樣要擺出一個對抗姿態，你對抗姿態大家都冇著數嘅啫就啊，咁啊。Raymond Lee 就話而家唔係限制係歧視，咁其實嗱頭先講翻即係嗰啲旅遊限制嗰啲措施，有啲國家擺明係歧視嘅，有啲國家就係佢淨係針對華裔嘅人或者中國籍嘅人，咁嗰啲咧就係好明顯係歧視嘅。咁但係你話其他地方佢要即係驗下污水啊，或者佢對嚟自中國嘅旅客一視同仁嘅，咁都係要做核酸嘅，咁嗰啲係咪歧視？咁我就覺得唔係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對實際防疫有冇效？其實冇乜效啊。即係我嘅睇法就是，即係尤其是話上機之前要嗰個快速測試，咁嗰啲其實即係冇乜用噶啦。喺今時今日冇乜用。點解話冇乜用呢？即係你自己嗰個地方都爆緊，你都爆到七彩嘅，咁你限制人嘅入境有咩用咧？其實就冇用。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同內地啊，即係仲有好似話要核酸，即係48小時核酸嘅。咁我又覺得一啲用都冇噶啦。你內地都爆到七彩，即係除非你驚一樣嘢，就係驚新嘅變異株入內地嘅啫。咁但係如果你驚新嘅變異株入內地嘅話咧，咁你淨係靠用核酸又都係冇用嘅，要做翻有隔離先得。即係我講句真話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喂唔係，陰性咪入去咪得咯？咁你有潛伏期噶嘛個病毒，係咪先？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喺防疫嗰度，即係防一個外來嘅新嘅變異株，咁你係一定要有隔離嘅。你隔離分3日又好，5日又好，你起碼都知道發生緊乜嘢事。但系而家國內唔係啊嘛，國內個情況就係你入咗去就一過咗關就無敵噶啦嘛，其實就係、是、咁、如果你一過咗關就無敵嘅話，咁其實你再去用啲嘢去間一間話要咩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嗰啲，老實實我都覺得係嘥氣嘅，即係48小時核酸咩會嘥氣嘅，因為你48小時核酸嘅話，咁你嗰48小時內你染到嗰個病毒嘅。你覺得奇咩？我喺香港，我染到病毒好出奇咩？我唔覺得好出奇喎。香港係爆到七彩喎，而家係。所以有啲政策，我覺得即係國內都係冇睇清楚，到而家都係咁睇嘅。不過嗱，當然啦，如果人即係有啲人要指責我嘅，就話我唔喺度講翻啲正確嘅説話啦，喺度講大話啦。我冇喎，我見到個情況係點，我講翻出嚟嘅。即係你自己諗下係咪先？即係我哋講道理嘅啫，同埋我哋講件事。都不是針對人的，是不是？
好啦，咁啊，翻翻嚟讲下联储局嘅会议记录先，呢个紧要嘅吓。咁啊，联储局上个月嘅政策会议记录咧就话，出席会议嘅联储局决策者都同意咧，应该放慢激进嘅加息步伐。咁咧就喺提高信贷成本、控制通胀嘅时候咧，以渐进方式行动，咁就减少对经济造成嘅风险。咁会议记录就指出吓。决策者承认咧，过去一年加息打击通胀咧就取得重大嘅进展，而家咧就需要喺抗通胀同埋相关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咁相关风险包括乜嘢呢？就系、是、经济过度放缓同埋失业率过高，可能咧就为弱势群体造成最大嘅负担。咁大多数决策者咧就强调，喺政策转向更具限制性嘅立场嘅时候咧，就要保持翻灵活性同埋可选择性。咁嗱，而家啲人嘅睇法就係咁，講呢番説話咧，就係暗示喺呢個月底到下個月初嘅政策會議嘅時候咧，加息幅度咧就可能縮減到去 0.25 厘。咁但係如果通脹持續嘅話咧，決策者對於終端利率高於預期就持開放態度。嗱，部分決策者亦都強調需要向投資者同埋公眾清楚傳達，即使放慢加息步伐並唔多。代表聯儲局減弱對到達呢個2%嘅通脹目標嘅承諾，會議記錄咧又顯示並冇決策者認為喺今年開始減息，啊，即係2023年開始減息係合適嘅做法。嗱，咁呢件事出咗嚟之後咧，即係講咗出嚟之後咧，紐約嘅股市咧就即係噓噓聲咁升嘅，嚇，即係。啲分析師佢就話：，都係加息，都係加0.25厘，咁好小事啫。咁嗱，呢個道指咧收市就33,269點，升咗133點，升幅係0.4%。咁納指咧就10,458點，升咗71點，升幅咧就0.69%。咁標準普爾500指數咧3,852點，升咗28點，升幅咧就0.75%。咁呢個亦都有立竿見影嘅影響嘅，就係美聯元匯價咧就跌翻。咁美元對個 yen 咧就132.7，咁澳元對美元咧就升超過1%，咁澳元佢仲有另外一個提振嘅，就係中國允許3家央企、公共事業公司同埋鋼鐵製造廠商恢復喺澳洲進口煤炭，咁澳元咧就即係有升啦，即係嗱，澳洲其實喺經濟上咧即係同中國係好密切嘅，咁而家。可以買翻呢個澳洲嘅煤炭咧，咁其實雙方都有着數，因為澳洲嗰啲煤炭嗰個品質咧就高啲嘅。嗱，咁樣就係仲有咧，就係呢個美元嘅匯價下跌咧，就係同呢個利率期貨交易員佢嘅預期改變有關。咁而家咧就係佢哋嘅估算咧，就係今個月嚇。即係加0.25厘嘅機會咧，就接近70%嚇。咁啊，歐元對美元嚇，即係亦都升咗少少，就係1.06以上。咁英鎊對美元咧，就係1.206。好啦，咁啊，即係咧就等緊美國又再萬佛朝宗啦。其實嗰個情況就係咧，我嘅睇法咧就係你唔可以倒一邊嘅，即係而家聯儲局咧，佢就。某程度上佢係調控緊嗰個市場，佢見到個市場好似過熱咧，佢就講啲鷹派啲嘅嘢；個市場咧好似咧就唔係好妥咧，佢就出嚟講啲鴿派啲嘅嘢嘅。咁即係佢哋而家係中意開咩就開咩啦，即係聯儲局變咗係某程度上係咁樣啊。咁啊，但係嗱，即係如果你話港股咁，其實尋日就升好多啦嚇，港股咁升好多咁而家。美國的預託證券，即是這個港股預託證券都是升的多的，咁阿里巴巴呢就比香港收市的時候呢就升了5%，咁仲有其他即股票都是咁啦，即美團嗰個預託證券呢就升了3%，咁金融股亦都做好嘅，咁匯控港交所同埋友邦的美國預託證券呢就比香港收市的時候呢就升了2%。咁你話係咪一定會升？我都唔敢講嚇。咁啊，但係即係其實你睇下嗰個經濟其實係咪正常翻咧，就應該唔係嗱，因為而家嗰個期油咧就錯得急錯嘅啫，就係喺紐約同埋呢個布蘭特都係。
咁紐約二月期油收市咧就72.84，跌咗4.09美元，跌幅咧就5.3%。即係中國開翻嗰一樣嘢，本來即係對油價有啲提振嘅，但係而家就我諗好多人都睇到咧，就係全球嘅即係經濟咧，大家都係擔心咧佢係會放緩。同埋咧，就係對原油嘅需求咧，就整體嚟講係會減少。咁布蘭三月期油收市咧就係77.84，跌咗4.26，咁跌幅咧就5.2%嚇。嗱，即係仲有而家有個同喺香港有關嘅消息，就同大家講一講先啦。油麻地站啊，就有信號故障。觀塘線的列車咧，何文田站至到旺角站的路段的時候咧，就要慢駛。咁觀塘線由黃埔站至到調景嶺站的行車時間咧，就要需要額外3至5分鐘。咁早上繁忙時，觀塘來回方向咧就會維持3分鐘一班車。咁嗱，大家就要注意啦嚇，如果要翻工嘅網友咧，就可能要早少少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港鐵咧就話工程人員咧就已經做緊場，咁大家為行程咧預留充裕嘅時間啦。咁最大問題咧就係3分鐘一班車，即係如果你繁忙時段，即係嗰個班次一般都係密過3分鐘嘅。咁而家就3分鐘一班咁。你知道之後有其他問題啊，咁啊避一避啦嚇。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就差唔多啦。咁啊休息一陣，就講下俄烏戰爭相關嘅話題啦，好嗎？休息一陣先。